香香酥酥的猪油渣来活动了啊！点开链接看一下价格，一定会惊喜到你的。咱们这个可是用真实的猪肉做的呀，你看这五花三层的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香酥脆，而且一点都不油腻。现在下单还给咱们送混合口味的调料包，咱们喜欢吃那种口味重的，可以撒一些小调料，这种吃的就是原汁原味。这种的就是瘦的。它就是用纯猪肉跟家常的一些调味料制作的。这价格真的比锅巴还便宜啊。然后它吃的是真香啊。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吃完咱就自封口给它封上就行了。真是口口酥脆啊。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，它把里面的油全都给炼出去了，就是那种干干巴巴的状态。这真的太香了啊，吃上真的是停不下来的节奏。我记得我最开始卖猪油渣的时候39.9块给发6包，你再看看现在的价格，你就可想而知现在有多么的卷了。好吃好吃。